拍一下韩粉，我一支就好啊，两支给你。为什么我一支？这就是表示讲我要来出动。 哦，这不在乡，这偏乡，这不在山附近。是就知影对无？我安尼看，已经有人啊。那没有像我们村，我是说，无人遐好走。这眷村，现在眷村都已经被绿化掉了，眷村。哎呀，都绿入进去了，怕什么？咬我？对无？ 你自己的国家都不敢拿自己的国旗，那臭西郎啊！真的吗？其实我的房子会漏水。你这种旧房子来讲，你上面就变成要盖那个东西，它才能够挡掉。如果不盖，是不是整个那个要把它？对。 对，然后重做防水，基本上那个防水大概是5到15年就要重做一次，因为太阳会把那个水泥给裂化，水泥只要一裂化，一地震它就裂缝了，就会水就渗进去。做那一次哦，整个屋顶如果依照我们家那样的话，大概50万到70万。那就干脆盖个。 但那个大概也是5到15年要重新把上面的铁皮掀掉重盖，因为那个铁皮也是会烂。只是优点就是，如果上面有个屋檐的话，下雨滴下来，它不会这么容易就渗到下面去。像那种南方我那种房子有没有？嗯，那个就没有漏水。工程不一样啊，对不对？ 工程好一点的就比较不会偷啊。有没有看到国旗？没胆的就是没胆的，好不好？哦，开宾士来了。 会笨死我哟！我看着，在海南国中。啊！这是他的护卫队。 你觉得没有人吗？这些人真的很强哎，一直跟着一直跑哎，对不对？超强的。 他们在这边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往下一团移动了。我们来看一下贪吃蛇。这个就是贪吃蛇啊！啊，真的，这个找来了。这就是贪吃蛇啊！那我去看一下贪吃蛇，他们叫做铁胃鸡车队，桃园来支援的。 好。
有拍到就有做纪念了。来看看哦，要不要参考一下哦？帽子都可以试戴哦，还有卖袖套。来，可以试戴一下哦，那是手表。啊，不是，应该是表姐。嗯，那就慢慢看吗？对不对？你好，你好。对啊，你要听讲。哇，我是不是都看到这个啦？那就买一副吧。它有两种，对，它很重要。对，它可以调松紧度哦，它用夹的松紧度。我买了全新手表。可以啊，可以当纪念呐、啊，纪念可以啊。哪个好看？这个。看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啦。戴起来像什么样子的？钥匙圈，这个像，有国旗的，然后也有那种两个，一个乖，啊，这是钥匙圈，这是把它放在里面。我要两包这个，两包的。家里没有钥匙的，可以吗？哦，我把这个放上，比较先进。多少？这个发夹也可以当装饰，你看我这样，看你要用在皮包还是夹在哪里都可以。我想你妈也想的也可以啊，很可爱呀、啊。你看看哦，这是触控笔。对，然后它本身是黑色，对，笔盖拿起来可以当笔架。然后这是手环，这是耳环，对。我看这个项链。一种，这种是外面有花边的，然后是月亮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圆的。没有彩的。就是三种，总共三种。这个。你决定啊，太好了，好，200块一副吗？好，然后一支笔250，这样好，感谢和这些年东西先收起来吧。哎，这个戴起来像怎样子的？手环吗？1、2、3、4，等我一下，先抽给你，不然我看这笔掉了，在这里。我刚才给你买一支笔啊。有，我有看到。是，戴起来就是它是可以松紧，所以基本上连我都可以戴，我们手出我们都可以戴。我想看戴的样子。哦，我可以。戴起来像什么样子？你没有戴起来。没有。戴一个戴。但是有特别更好，反正我还是支持的。哈哈哈哈哈！看一看，你看这个多一个。手环的话，它整只弄起来的话，完全是两个。这个多少？这个一样，跟刚那个项链一样，是200。多少？项链你要换这个比较好。没关系，可以。因为你项链几乎戴不到，手环你还有机会戴。不好意思啊，这个有在顾老婆都知道。不好意思，不会不会，这没什么，对，没关系的。那你是一样的东西，笔有收起来吗？好，那就可以了，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应该快到了。是啊。你要一只啊，两只？两只。
哎，他说要上去，我们要不要上去啊？上去。对啊。上面是会场哎，这边是大人，他进去哎。人家在上面呢，哎，这边呢、啊，这边啊，这边啊。有没有看到挂摄影机那边等等会是要拍照的？赶快上去。三。走楼梯，走楼梯。人家在上面哀哀叫，你没听到。结果你来这边是开始血拼了。记者走到哪里都会。
请到全部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百川的乡亲为韩国瑜为你加分为各支援大家的齐声的呐喊。那目前时间已经快到2点钟了，好，大家准备了，谢谢，这是一个新的体验，对不对？非常高兴，非常恭喜各位，真的是一个新的体验，赶快要准备一下哦，待会记得要补口红的赶快补口红，要补微笑的赶快补微笑，你帽子太高了，一定要往后压一下，不然脸会遮一半哦。啊，快快快快照一下，照一下，来照一下，来照一下，照一下，拿我们的手机照，要送给我吗？美女，帅哥美女，要送过来给我。好，好，记得传给我。跟你有赖吗？啊，有赖吗？我跟你老公有赖，我跟你老公有赖。OK， 好，谢谢。我好像没有了。好，关于这个过程中，我们再来补充介绍我们一些今天观众们加油的我们的这个书记里长来慢慢上，还有我们摄影师理事长，又是哪一位姓郑的？我们护理院的理事长郑泰川理事长，还有。现在大陆呢，应该蛮希望小英当选的。
错。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交，就好像怎么样，被绑了手脚的，就是被绑了手脚的，请问网友，所以各位想想，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子弟能够跟全世界连接，跟我们的国际一起同一个脉流，所以我们很希望从小我们的家长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必须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努力的维系下去，我们不但国政要好，我们的问题也要畅旺，我们的所有努力才可以跟世界连接，大家对不对？我举一个我现在在
爱记录甲你收办法。我们这样子收吼，我来收过遐尼多，啊，真正遐无人变多，遐无人水，啊，变安怎？啊，来想办法趁钱啊！好佳哉，你就离不下个大学的高一级，所以吼，很多学生的积蓄就是我们设计，我们来买。他是我老婆，我们哪里去？没关系的，你们这么帅，一定有很多朋友啦。好，这么漂亮的美女，佳慧姐马上就要到，是第一个，没问题，更漂亮，好不好？谢谢。我来自己啊，慢慢来，大家好，没关系，可以吗？可以。好，我们下去再，我上去感谢一下佳慧姐，好不好？然后我们的故事等一下大家再来继续说。看看那个，来，三伯，帅，大帅，大帅，好，没关系，我得到的讯息要比较直接哦，大概在2分钟，啊，2分钟就上来，2分钟，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帮你拍，你赶快去。还有3次的2分钟，我要跟他讲一下，今年呐、啊。Thank you.
是一起起来。谢谢。我们中国不是怕，我们中国是需要所有。
少年，我要跟你拍照。啊，就拍谁？就拍。其实啊，这九个月来，很多人到高雄去自由行，都是因为那个。辛苦你了，加油！就听到他们。他希望高雄也好，台中也好，新北市也好，所有的六个直辖市也好，所有的11个县辖市县市都要好。谢。简单的说，就是希望中华民国要好好的去复兴。我们党现在小英执政，我们可以被打压，我们可以远去分身这90几天。啊，你讲要，我们一定要民意大爆发，好不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其实我们一辈子如虎临翼的，我们会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够让蔡政府继续打开我们的下一代吗？不行，再一次，再一次。所以10月11号，谢谢。全力将我们的亲朋好友，全力将我们的选票，一票韩国瑜，一票陈思，一票中华国民党，大家一起为国民党加油！好，我们现在到现场，还有我们的福禄里的吕春南，现场的。还怎么不动了呢？他要我上去了，没空了。来了，人来了，来了，来了。完全。
家都很熟悉。不过我要在这边谢谢李全峰主委，谢谢江慧珍，谢谢我们的妇女姐妹，她今天到演奏。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大家全力支持柯娟，好不好？好。早上李乾隆主委说，新北市要移民进来30万，可是我给李乾隆要打打气哈，50万好不好？50万好不好？各位，我绝对有信心。愿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我在做县长，他那时候的人气都没有韩国瑜旺，可是他可以移民进来50万，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很多
会讲，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努力培养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能帮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我在高雄，那时候早期在选市长的时候，很多太太、很多妈妈们抱着我就是问题，他们担心什么？担心他的孩子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所有学习的，不管是课纲，所有所教的，说我的孩子被教成这样。大家可以知道，最近在高雄那个演唱会，演唱会是大人开唱的演唱会，很多妈妈放声痛哭。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我也是人家的妈妈，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祥和的，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大家是互相帮助的。所以市长他一直在讲，所以他一直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赚到了钱，做好了经济，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教育，好好培养下一代，就像我们上一代在培养我们一样。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照顾弱势族群。我们在高雄跑太多太多的弱势族群，在很他们在山边海角，甚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实我每次看到他们，他们很多人看到我就开始掉眼泪。那天我到基隆去，我们的立委帮忙安排有几位弱势族群的家庭，其实在谈的过程他就在旁边掉眼泪，甚至有人就跟我说，我好想死，我好想自杀。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恳求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我们一定要重新好好的打造我们的社会跟国家，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能再让台湾有所谓的偏乡，有所谓的弱势族群。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团结，好好的努力。在从今年已经往后倒数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很快到了一月，明年的1月11号，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也要在这边恳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跟国瑜都会很勇敢的，你们不用担心。顺便
少，钱就要减少。靠里面那个，对，靠那边，那边是比较大街，这边比较小街。你还说没有一个人，不止一个人呢。他马上赶啊，辛苦了。来，帮我拿一下，我要拍一个人。先帮我拿一下，我要拍个人。来，帮我拍，我跟他拍照。Hello， 我给你拍照好吗？我在等一个韩国瑜。好，我们都在等。都在等韩国瑜。结束了吧？对啊。终于收钱了。哦，大家都辛苦了，对不对？看四蛇，还有这些追的，通通在跟着再去追的。跟着追了。跟着去追了，现在跟着去啊，冲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真的年轻人，这些全部都是自愿的。你看看，多少人在帮他？你说这些花钱要花多少钱？自己出钱。不是啊，你要想嘛，光这些人如果真的是用花钱的话，要花多少钱？对不对？人呢、啊？钱呢、啊？不简单啊！啊？刚刚就闻到了。他刚刚如果整个菜市场扫过去，就都有塞进。如果是那个时段的话，那就真的是很刺激，懂吗？但一般这个时候还不会杀。